我是永恒，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做一个《三国战纪》同人物双版，一个双打的一个小短片。首先的话呢，来第一个环节，最后一关一出场之后的话呢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，四翼不讲命啊！一批的话呢，赵云是我操作的；三批的话呢，是一个点播的老板，你来了。别的大侠，我操！然后的话呢，这个位置被大侠加这个狐狸精来了一个无限连呢，啊，无限连！你妈四翼不讲命、啊！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分数已经来到了四翼了，但还没讲命就死了。我得给这段保存好吧，四翼不讲命，他妈铁血！我操，他都卡点了。继续再来一个，哎我这伤害、啊！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，我们都有衣服，我们俩人都有衣服。这还能干完之后的伤害有点高。OK， 当我打点分之后呢，四翼他终于讲命了。然后那好吧，跳过这个环节，咱来看。来看今天视频的主要地方。没用啊，我操，没用。感觉是一刀死。给大家这个大概介绍一下，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如果你单打实在通不了关的话，这个你想怎么整？找个队友，尽量双打。一比我就给你卡个无敌。双打的话呢，最后的话呢，你就像我们这样存道具。想战斗的话，你就来曹操。俩人一人一个大九战斗。然后的话呢，让这个使用武神令牌的人呢，身上有一个这个叫将军印，一定要有这个东西。然后的话呢，配那么一个两个绝招，两个人的话呢，隐身衣越多越好。出门的话，我帮你换成那啥。嗯，出门的话你丢衣服吧，出门你先丢衣服，然后那个我把你丢个九级，我把那葫芦取消了，完了你直接换武神，你就开卡，然后卡完六个之后，我看看我有没有啥能控制，卡完六个我给你控个动物数，完了你再切回去把大九爆了，完了换武神接着卡就完事了。啊，你把小九给我大哥，到里边再倒费劲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俩人研究的基本方案、啊。这是五个必杀，这撇了吧？用两个九耳加一个武神，秒掉葫芦精。先开五个必杀，进去，先用衣服。然后的话呢，剩下一个 BOSS 的话呢，这个武神呢可以用这个九阶上加张灵剑直接秒杀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里边的话呢，我是用了逼赵云的无限连。正常来讲，九阶加张灵剑也是够的。OK， 咱们来看实际操作情况。用武神那边扔衣服，老板扔了个衣服，我丢个九节命中葫芦精，葫芦就取消了。然后呢，他换武神，他砍，我扔衣服躲。对，这样的话呢，我离他远点啊，让他方便砍一点。没事，你不用管哪是你，你就砍。然后的话呢，武神身上有腰带的话呢，一刀是两万五吧，一刀是两万五。这里的话呢，可以先让他爆一个大九，砍六刀。他这里是少了个气啊，砍了五刀，但是不差那一刀啊。这里继续，第四刀。我这位置呢，及时的放了个隐身衣躲着点啊，躲着那个人的话呢，一定隐身衣要冲锋。多给躲着的人几个衣服，这样的话呢，他的所有能量用完，等他换回来，我这里用个动物书控他一个安全，这样的话呢，他有充足的时间调道具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他扔了个衣服，扔了个酒，又有六个气，然后呢换第二个武神继续砍。这个武神呢，你没有这个将军印啊，没有大印的话，你砍不了六刀，只能砍四刀。这里有大印，你可以砍六刀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注意葫芦精，葫芦精的话呢，你看他这个血十万之后呢，你到这个再砍，十万变成八万以后。这时候快无敌了啊、快隐身了，他起身要隐身，七万八以上不隐身。这位置呢，另一个人一定要控动物书，继续在武神出刀之前一个动物书，保证葫芦精不隐身。这样的话呢，再砍出一刀，再砍出一刀，这个葫芦精就死了，啊，就死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再给扔个动物书，把武神控住，保证你的队友无敌，能从这个武神变回来安全。之后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如果有条件的两个人都攒那个竹子，一人六个。这样的话呢，动物书竹子无限追地，这个怪呢就差不多了。再两个人一人六个张灵剑，这是打这个 BOSS 最好的一个打法。只不过呢，这里他没有竹子，我呢想跟大哥来个一臂通关，所以说呢，我这里呢是自己啊，用这个毕赵云的一个比较无耻的一个招数，动物书之后的一个无限连，我也是呢很稳的接上了九阶上之后的大鹏展翅，剩下的话呢，这个熊猫就再也起不来了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这也是 B 人物的一个特色吧，其他 B 人物也都可以是吧？各式各样的无限连。然后的话呢，在打的期间爆气，再一大鹏啊，这是毕赵云的一个强大之处。当然每个人都可以，比如说毕冠宇 A 上下 A 啊，比如说呢毕张飞啊，或者毕哪个都可以啊，都可以研究一个自己的连招。比如说张飞的话呢 A46A A 狂风 A 狂风的互接，然后的话呢像什么别的人物，比如说 A 貂蝉啊 A 天女的互接，然后的话呢哪个人你都可以研究一个，很容易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大哥已经可以提前庆祝了啊，因为已经毕通关了，我还有六个九，我不能打。
然后大哥这时候说师傅能点张灵剑了，我说那好吧，你想点就给你点，再一个动物说给他控住，慢慢点。然后的话呢，大哥这里呢一个张灵剑就给他搞定了，我身上还有六个张灵剑是吧？所以说的话呢，这个如果你想双打的话呢，这是一个打这个 boss 最好的一个套路，最终双 boss 的最好的套路。那么最后的话呢，连克六个九庆祝通关。啊，这种宽脆的场面呢也比较少见。那么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小短片呢就给各位带到这儿，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